Hello，Hello，hello, 欢迎来到每日魔术合成器。今天呢，我做了一个爬音的系统。那为什么会做这个爬音的系统呢？想说 VCV 里面不是已经有很多爬音的模组了吗？哦，尤其是这一个，如果今天的这个影片看完觉得自己做真的太麻烦的话，这一颗爬音是我个人蛮推荐的。那为什么会说，哎，明明就有已经有这么完整的爬音的模组了，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个。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跑的方向，跑的顺序不太好决定。我觉得大部分的爬音啊，那件都是往下跑、往上跑，或者是来回这样子的顺序，或者随机。那我个人觉得它有点不够自由。再来就是，节奏的部分哦，虽然刚刚这个它是可以写节奏的，不过大部分的爬音是不太够写节奏的。那这个就算再长，它也就是16步而已。好，16步算够长的了。对，好，所以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和弦哦。大家其实在刚刚的这个示范里面有听到和弦的部分哦。我全部开门。像这样有和弦的部分，那在和弦这个东西在爬音里面，可以成立呢？我个人是蛮重视的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这辈子用过最好的这个爬音的效果器呢，的 MIDI 处理器呢，就是这个 Logic Pro 那件的爬音。好，那可以看到哦，它在里面可以写长音啊，可以写合在一起的长音，可以写短音，然后可以有开关，然后下面这个叠在一起的音符按下去就是和弦。那播放的方向也很自由，还有 variation，还有 octave range，非常的厉害啦。对啊，那我就是想说，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就很好。虽然当然界面上来说没有办法像这个这么的快，对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爬音。我在想，可能之后直接找一个 MIDI 的爬音效果器去取代它也是可以啦。好，Anyway，所以在这边呢，我使用了这个 MIDI to CV 哦，这边它是让我可以用电脑键盘就输入音高啊，我设定成最多可以输入6个，然后可以在这边看到我输入了什么音符这样子，4、5、6、6、6、6，像这样子。好，那这6个音高呢，再用这个 polyphonic cable，其实这个 offset 是多的吼，这个就可以做 offset 了，所以它不能 CV。好，再借由这个 polyphonic cable 呢，去分出来，分成这里有6个音，好，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和弦，然后这边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个 teleport 的，是因为我想要保留这个导线颜色，不想要换哦。哦，所以像这样子，我就可以去拉线。比方说，我先把它们全部拔掉。所以现在这样播出来应该是没有东西的。OK，好，所以我们需要先输入一个和弦。所以比方说哆咪，大家看不到我按的什么和弦啊，不过，对。像这样子好了，Do Re Mi So La，好，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好，所以我输入这6个音，这6个音就会分别代表，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拉。我比方说，接错线了，Do Re，它应该是不是 Do Re Mi 啦，应该是 Do Mi 什么的。好，所以我给它一个数字，好，比方说一二三，然后和弦。然后，6、5、4、3，
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排列我们要出现的音符的顺序，然后播放来听听看。好，然后我就可以去特别独立去看每一个音进去的时候要什么八度这样子。和弦的部分高一点。好，再来呢，我可以在右边写出一些节奏，这样子，可以再短一点。最后呢，我还在这里设定了一个16步的 sequence， 我可以去写他们的这个 note 的宽窄。这个顺序有点错了，这应该是这个 clock 才对。好，所以比方说我要1跟5比较宽，然后6、7、8很这个14、15、16很窄，可以这样子。好，在声音的部分呢，我在今天用了一个 FNOP 作为基本的声音，用一个 L4 去控制它的 FN 的量，然后输出的使用的是这个 Nimbus， 就是 Clouds 复刻的looping delay 的模式。好，没什么特别的啦。OK， 所以先这个是其实昨天半夜醒来，我花了2个小时多做出来的东西。好，那现在有一些问题齁，最大的问题就是音高的部分跟 gate 的部分没有办法的同时齁，因为我使用的是这样子 switch 的概念去排列，如果我直接用一个 switch 去切换它们的话，就可以的，就可以把怎么说，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可以 address 的 switch，用这个东西去切换它们，然后用一个带 gate 跟带旋钮的 sequencer 去 gate 那个声音，然后用这个 output 去改变这个 CV 的话，它就可以比较就是音符跟 gate 的开关就可以对齐。好，现在不对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听到它现在它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小节 loop， 它会反复几次回去。哦，会像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我的 clock 是从这个 gate sequencer 出来的。如果这个 clock 它是从 master clock 出来的话呢，它就变成会重复，这没有办法做。哎，不对啊，这样就好了。突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好，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clock 进错东西了啦，搞什么？好，在介绍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问题，真的是蛮方便的，这样子我就轻松很多了。对，因为我不太想要用刚刚那个说法，我觉得那个界面很丑，对，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个用法了。OK， 所以突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好，虽然原来是我那边接触了，我们再来听一下。所以在这里呢，我先把它移回来，然后把我的键盘移掉一下，输入再重新输入几个音。
所以因为电脑键盘它没有办法一次按太多固定的指定键，所以像我现在按不到第六个音，1 2 3 4 4 5 6 ，OK， 按这六个音。好，音高太高，降两个八度，降三个八度，好。1 2 3 4 5 6，第六个按不下去，第六 ，OK。那我会推荐就是和弦这个音用，用特别的颜色去表示。是可以在，因为它是一个爬音器嘛，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输入别的音符，用我们的电脑键盘。加速看看。对，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做出来的一个 sequence， 哦，不是 sequence 啊，爬音器了。